嗱，今堂咧就教另外一個 secondary dominant 啦。嗱，上堂教咗三 major、六 major 啦，今堂教二 major， 即係話喺 C key 咧就係個 D7 啦。咁 D7 咧佢就會黐住邊個 chord 咧？就係 G 啦，因為 D7 同 G 咧係一個五一嘅關係啦。咁你哋記唔記得好多時候咧見到啲 chord 咧有二五一，個二通常係 minor 嘅，即係譬如成日都會見到 D minor、G、C 嘅。咁原來咧 D 除咗係 minor， 其實都可以用 major 喎，因為佢呢個 D major 咧對於個 key 嚟講咧係 secondary dominant， 佢咧係個 G chord， 即係個五 chord 嘅 dominant 嚟嘅喎，所以咧係可以彈個 D 或者 D7 嘅喎。嗱，即刻舉啲例子。